45岁的 Miss Ong 呢，面对许多亚健康的问题，从睡眠不好到手脚麻痹，还有腰痛的问题等等呢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让他自己本人来跟我们分享说，用了 Natura 的非药物疗法，那么他的身体的亚健康获得如何的改善？在我还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，我的腰，每次搬到重的东西或者是，搬东西都会很疼痛的，会造成我，腰特别的痛的，爬起来都很难那一种哦。然后，我又晚上又很难睡觉了，很难入眠那一种哦。还有就是，我从来也不敢说没有美白的照片呐、平滑脸的我都不敢放出去了。我喝完这三盒的时候，当我拍照起来看的时候，我很惊讶了，我从来都不敢这样拍照的。第一次啊，我这样拍的，我觉得我的皱纹呐、细纹呐、都不见去了，看起来也比较年轻气。之前还没有拍啊，还没有喝这三盒的时候，三色啦，我真的我整个人很憔悴咯，然后每天都没有精神哦。喝完这三色，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比较健康气啊，人也比较精神气咯。我尝试过很多产品，吃好了它会好一段时间，可是，当我做的太，好像做剧烈的运动啊，抹地板啊，或者是搬的太重的东西，会造成我的腰很痛，它会发作了，然后，就要去找止痛药了，止痛药来吃了，因为我一下腰痛的时候会，整个人很难爬起来，就是甚至是去上厕所、起身都要抓着东西才能够爬起来。喝了第三天的时候，第一次我喝了第三天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的腰自然好气啊，就是到今天了，都没有再发作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喝完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很爱睡哦，因为之前我还没有喝之前，我是一个很难睡觉的女孩人哦，就是很难入眠哦，有时候太吵的话，有声音我就是会或者是发梦哦，喝完第二 set 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，诶，好像我很容易睡觉去，而且很爱睡，然后每天起来，我就感觉到我的人很精神呐、很精神啊，不会说很累那一种。我还没有喝之前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都每天起来，我都感觉到说，我的人很累啊，我的人很累，好像很不精神那一种。在还没有喝之前，我把自己先拍起来，然后看喝完之后，是什么改变呢、然后第一次我还没有喝之前，我就拍了拍照了，然后有一天我就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好像我的皮肤好像比较亮气，比较光泽，有光泽气，我就拍好了，就很兴奋。我从来都不敢没有美白、没有平滑的脸，我都拿来拍照。我讲真，这次我还找到一个，特地去找一个太阳大大的地方来拍照，然后我就先给我上线走说，诶，我的脸型好像真的改变掉去，皮肤也比较结实气，脸型也比较有光泽，有美白咯。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喝之前哦，还有就是我的手脚很容易麻痹了，有时候我坐太久，起身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两只脚啊，很麻痹那一种了，很难爬起来，要站一下子，然后才可以开始走路了。现在就是一下起来，我就可以直接走路了，没有那一种酸啊，那一种麻痹了。然后我的膝盖两个啊，每次蹲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很难爬起来那一种，一定要抓着东西才能够爬起来了。我喝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现在很轻松啊，爬起来也是很轻松。然后我坐起来的时候直接上来，也是没有说我的脚会麻痹了，然后我的手啊，睡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会侧睡嘛，
所以我每次侧睡的时候啊，我要翻过另外一边的时候，我就会另外一只手会很麻痹那一种了。可是现在就不会了，完全没有这种病痛期了，完全恢复很正常那一种啊，就是可以翻来翻去很舒服那一种了。我给他 retie，给他 beauty 和 light spot 咯，这三样咯。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脸啊，很暗啊，色素很多啊，又讲这边痛那边痛，我应该身体也是有发炎了，我就给他 retie。然后看他皮肤暗暗的，皮肤又很多松松的皱纹，我就给他 beauty。然后 light spot 呢，他跟我讲他手脚麻痹咯，啊，晚上不能够睡的咯，我就给他 light spot，因为可以帮到神经线方面的问题咯。然后又跟我讲他脚痛的问题咯。那除了秉持着用非药物疗法呢，做到最自然的排毒，并有效的达到抗发炎的效果。只要我们把毒素和发炎控制得好的话呢，也就让我们身体成功的避开许多的病痛。从 HO、HTT 到 Cambridge Light Spa 以及一系列的保养品呢，我们可以依个人的需要以体质呢设计最适合你的非药物疗法。如果你想远离病痛，又或者是不想再使用药物的话呢，欢迎你和我们保持联系。